是佛朗明哥舞的舞裙，就是我身上这一件，它跳起舞来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看起来更飘逸更漂亮。小朋友超有自信的介绍西班牙文化，从扇子到乳酪还有红葡萄酒，连身上穿的舞裙也超有特色。而看看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小小印第安人，今天是扮成什么样子？印第安人化身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新北教育局邀请九大国际文教中心首次和驻外大使还有国际学生合作，立志要让更多学生与世界做朋友。现场还汇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去分享家乡特色。许愿的时候是先帮他画左眼，然后愿望成真的时候再帮他画右眼，右眼。不只让现场来宾长知识，更是了解更多外国风貌。其实新北市跟150所学校都是国际姐妹校，有276位外师是全台最多。我想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去体会，去了解多元文化，而且能够参与国际教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小扎根的工作。教育局就表示，之后会办理将近100场的多国文化主题展等活动，期待让更多师生认识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特色，营造多元创新的国际化校园。八大新闻林文林博智新北采访报道。锁定八大民生新闻，记得按小铃铛哦。